阿幼伟都住院了，那他爸爸怎么没有想说要回来帮忙照顾哈？那这个问题你已经问过很多次了，为了这种事情哦，还要人家专程从国外飞回来。不用了，幼伟我们自己照顾就好了，不要麻烦人家啦。不是说你想吃粥吗？啊，这两天日照中心说你精神不错哎，你在那边有开心吗？嗯，那是他们要我跳舞的哦，要这样要那样啦。我还要画图呢。还要玩球啊？我又不是小孩子，随便他们啦。他们就是希望哦，你能够多做一些活动啊。这样子啊，你就可以运动到身体的每一个部位，不是对身体比较好吗？哎呦，你赶快盛粥啊，趁热吃。他现在是怎样哈？连帮我添个稀饭你都不愿意哦？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身体不好，我如果比较有力气哦，我什么事情都蛮能做。知道啦，我哪有不帮你添？我们今天好不容易邀请到一位非常有名的发型师，要来帮大家剪头发哦。来，大家掌声谢谢我们的发型师。大家好，我是今天的发型师。等一下呢，我们的发型师会帮大家剪得很帅跟很漂亮哦。这样可以吗？我不用剪啦，我都是自己剪的啦。我女儿的头发也是从小到现在都是我帮她剪的。哇，阿姨，你这么厉害哦，你把头发剪得那么漂亮。我都不知道你以前是发型设计师哎。什么发型设计师？那是吼，我有兴趣啊，就练习练习练习啊，加减减呐。阿姨，我跟你说，我头发很久没有剪哎，还是等一下发型师休息的时候，你帮我剪好吧？好啊，好啊，好，阿姨，谢谢。你长得跟我女儿高中的时候有点像呢。没有啦，你女儿比较漂亮。都一样漂亮啊，不过她上星期为了要跟流行呢，跟同学去学校附近给别人剪头发啦，剪得乱七八糟啦，回家哭哦。你去剪头发，剪的什么头啊？就我们那个班长害的没？说什么发型师很厉害，还要约时间。妈，拜托啦，你帮我修一下啦。妈，拜托啦。那后来呢？你有救他吗？我让他愁眉苦脸呐，过了好几天。今天早上我才帮他剪。哎，你真的很有个性。不好意思，晚了一点点。不会不会，彩珍，你觉得我头发剪这样好看吗？好看哎。那你知道是谁帮我剪的吗？我妈妈？真的假的？她失智以后没有拿过剪刀哎。阿姨真的很厉害。你转一圈给我看。我转一圈？想不到我妈竟然记得怎么剪哎。天哪。妈。回去了。谢谢啊。谢谢阿姨，再见。
你看啊，现在彩珍已经可以放心把阿玉交给我们了，她整人看起来放松好多哦。我真的很喜欢跟长辈相处。好棒好棒！哇，长辈很厉害。有给还没有拿到的同学哦。那我们先来钓龙虾。龙虾。加油加油加油！一起钓起来了。你等我一下，我等下马上会给你哈。好，谢谢谢谢。妈，妈，你放着就好，等一下我会弄。我会做的事情还很多啦。妈，过两天啊，佑维就要回学校上课了。明天我带你们出去走一走，好不好？然后日照那边我帮你请假、啊、不用了，我要去啊。你要 我可以在家里陪你耶。你也有你自己的工作要做，你陪我做什么啦？我们、哦、下礼拜、哦、有跳舞课啊，我要去日照中心上课啊。而且啊，我们那里、哦、还有人等我去帮他们剪头发呢。佑维，进来吃饭，阿妈帮你弄好了。哦。帮我加点鱼肉给你。嗯。来，阿妈。啊，谢谢哦，佑维我乖嘞。嗯呐、啊。